乐团一直以先前带着 Sneakers 回归，最后又紧锣密鼓的开始巡回演出。没想到日前在 JYP 的官方网站的下半年企划中，可以看到 ITZY 预计在下半年推出三张专辑。正当思考着怎么可能有办法推出三张专辑时， ITZY 的日文频道宣布将在10月5号推出日专，这才让人想到三张专辑并不是不可能的，有可能会是日专结束后再推出英文专辑，以及再一次的韩文回归呢。虽然三张专辑很让人期待，但还是希望女孩们在忙碌的同时可以照顾好身体，千万不要太累，要不然真的会很心疼呢。